全自动直线封边机系列产品说明。全自动直线封边机是集机械、电、气为一体的高科技、高效率的封边机，它主要用于卷式封边带或实木封边条，通过热熔胶与实木板、爆花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等板材直线边缘的粘接和修整，使加工后的板材封边均匀牢固、平整光滑，并且更加耐用和美观。全自动直线封边机是将板材送入封边机后自动进行封边、齐头等过程的自动化设备，避免了手动加工过程中出现的误差，保证了加工尺寸的一致性。全自动直线封边机自动化程度高，封边质量好，生产效率高，并且造型美观，结构紧凑，工作稳定可靠，是板式家具厂家使用的重要设备之一。全自动直线封边机其主要功能包括预洗、封边、齐头、精修、粗修、仿形精修、刮边、平刮边、开槽、抛光等。目前华顺昌的全自动直线封边机已发展出三大系列、40多种产品，充分满足了不同客户的要求，同时也可根据客户特殊要求定制不同设备。华顺昌全自动直线封边机的电器元件采用国内外著名电器厂家生产的优质节能的产品，具有更多的灵敏性、稳定性、耐用性和可靠性。操控系统富有人性化，简洁、方便、安全，而且维护和维修起来很容易，同时又增加了最新的意大利出产的触摸屏与高科技相结合，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从而使得我们的全自动直线封边机上了一个新的台阶。